一是凍死牛，二凍死馬，三凍死牛。要湯啫嘛。今年咧感覺到好冬天啊，因為二月尾已經開始二十幾三十度。肥佬咧，佢成日話未食五月粽，糖衣唔好入籠。意思就是美國端午節天氣仍然會乍暖還寒，還未可以將冬天的最後衣物收埋。不過呢句説話而家似乎過咗時，因為發嫂話依家連冬天的大褸都好少攞出嚟著。旗袍喎，而家都唔呢啲嘢唔使做旗袍啦。我幾年都唔做，呢件襯就係冧，個時係冧曬啦。有時好凍個好凍嗰時咧。就攞嗰啲厚啲咯。細微嘅天氣轉變都會影響地球上所有生物，細到連一粒珍珠都可以感受到。六月中嘅清早，專門養殖珍珠嘅 David 就嚟到西貢白沙灣，準備將珍珠種入蚌入面。